我们还是看一些比较另类的比赛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八中门神队可以成天看。咱们看看这个鸭王吧，鸭王的红丸是比较吸粉的。这个红丸呢，也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选的一个角色啊，跳起来旋转腿，再反右拳就能通关，而且呢，必杀的判定非常高，这裸呱呱就是裸。啊，我们看这一回合，起跳的时候被红丸带头啊，直接空投投掉。这个头呢，只要是对手跟你在同一水平线上，你跳的时候。后前重腿啊，就可以把对手直接投下来。带空投的技能人很多，比如说莉安娜、红丸、克拉克、雅典娜都带空投技能。下盘四点直接木鸭，哇哇小雷光墙一怼，真是帅气啊！下雪非常多。这个升龙是个安全跳，所以说他薅不到红丸，还是被打死啊。这个、安全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神乐起身的一瞬间，你输入一个影跳，拉住后按重腿也好啊，按 CD 也好啊。对手是钢 CD 或者升龙都是打不到你的，这就叫做安全跳。安全跳的要点就是当对手的起身的一瞬间要掌握好这个火候。好，再大跳追着打，轻腿点点，现在玛丽没有气，而且红丸这个人物属性非常特殊啊，当他站姿的时候，玛丽的跳地玫瑰或跳地抓都是不成立的，只有蹲姿成立。整个九七角色中只有他非常的特殊，非常的独特。我们再看一回合，人家还是鸭王的这个红丸首发，就算你啊，正好没气，我就磨你。停 A 点，站 B 点，不好意思，再断。八神现在也是找不到太好的点，好，终于来了。但是升龙把两个人的距离打得又太远，东京的八神还是无法形成这个压制，又是被投下盘。哎，双给，一波七连，非常霸气。这红丸就打血，下血特别快，兄弟。而且那个小青腿跟牙签似的，呱呱就是点的。八神跟很难近身，有的时候暴王用鸭王就能打出，用暴王用红丸就能打出出奇制胜的效果。打你个不适应，打你就着急。而且鸭王的这个红丸呢，手法特别好，正反折，打的也是非常的有想法。你看，就下轻脚等你，出真身直接钻死。感觉这把还要被穿三啊！大家喜欢这个红丸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还想看啥？可以在下面给大家给小虎留言。一个滑铲，这滑铲马力就是后前腿，然后第二段就是正再来个正半圈腿，它就会夹。如果你不正半圈腿，它不夹。下臂站臂距离太远，没有确认。鸭王打的招都是确认，什么叫确认呢？就是确认之后送腿了才能打出这个必杀。比如说三点的轻腿打中了再摇必杀。如果打不中我就不咬，但是他指令已经输完了，只是没安全。啊，转中腿来了，哎，杀干，又是一个穿三。